小心安全，但是麻烦你帮我送快一点啊，谢谢谢谢。那个取件密码给我。哦对，嗨，谢谢。4855。好了，哎，谢谢。老黄。哎，老高，休息呢，来进来坐会儿。天意，来找我了。天意找你什么事儿？他已经知道了。知道我的事情。是。结婚的同时，我要跟房家的所有人断绝关系。你将来就是爸爸最骄傲的儿子，王医师。要。每次都这样。说到父母就责备我。你混蛋！每次都这样，你每次都这样。爸把礼金一分不剩的都退回去了。爸这么做是想保住你的自尊心。您不能总是跑来这里，我会很困扰的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爸爸都支持你。爸爸只希望你能够幸福，没别的。到医院，到医院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要讲，天意不要讲，全家都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到里面，我跟你，我们到里面谈。深呼吸，让空气按摩你的食道和胃。要不我们到那休息？这招我用过，管用。到那休息一下吧，帮您拉张凳子。没有，我自己去过去。我是癌症医生，我是您的儿子。你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别的医生说您是癌末，
我不一定认为是，别的医生没有办法，但我一定会找到办法。我从来不会轻易的对癌症病患者下断言。我是癌症的专家，你不告诉我，您不觉得很讽刺、很可笑吗？不是可笑不可笑，也不是讽刺不讽刺，我觉得妈妈过世那个时候，希望有人能够照顾我跟姐姐。你娶了后妈，后来生了小龙，过没多久，后妈跑了。您就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带大三个小孩，好像这个家里面发生再大再严重的事情，你都表现得很坚强的样子。难道您的心里没有任何一点难过吗？你为什么不说？你要告诉我。后来我们之间的对话就只剩下吃饭了吗？饿不饿？累不累？我们父子之间的对话就只剩下这些嘘寒问暖。我曾经试着想要关心您，但您总是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说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后来我明白，其实没事儿是一种拒绝，拒绝久了，我也不想问了。但其实我在生您的气，我后来变得不爱说话，就是因为我在生您的气。都说我冷漠，说我无情。不孝，没礼貌，家人之间为什么要有那种敷衍的礼貌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我们互相扶持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丁义，我不是不想告诉你，我是不知道要怎么告诉我。我不会说，我是你们爸爸，我最不希望看到你们为我的事情难过，那比我为我自己难过更难过。我不能对我的孩子说，我快死了，没救了，没用的，没用这样讲。谁说你快死了？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治好你。相信我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爸爸说没事，不是敷衍你，也不是拒绝你们对我的这个关心，是因为我都想通了。我觉得我不重要了，真的，我真的是这种感觉。我觉得你们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极不希望看到你们姐弟三个在我面前难过、束手无策。当然我知道我儿子是最好的医生，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个病是最难治的。
我心里有数，哎，我只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别瞎难过，就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好好的照顾自己，这可能就是我这个做爸爸的。如果还能穿过时光拥抱你，忙碌的我要停下来陪你，哪怕你们说我是固执，没关系。明天跟我到医院。谢谢你给我生命和生活的勇气，你给的幸福我会永远珍惜。